嗨，上次是不是躲在我的脚踏垫啊？嘿，天气很冷哦，记得注重保暖啊。拜拜，拜拜。非常感谢，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各位疼惜台湾的主人，各位。只有中跟青的，高的不也啊？你说不算老了哦，还88岁更年轻了哦。那我咧甲咱的郭先生、甲咱的昆浩先生、啊咱昆明伯啊，谢谢多谢哈。虽然是高的是因为过在过去看起来，听起来是年纪有较有了哈，但是因的心拢还是一样跟年轻人一样的坚定，大家恭喜阿信。幸运的，有咱的前辈，安尼一直替咱坚持到今日，啊，即马咱所有咱的全体，咱的太多文化先生在讲的中年还是青年，咱是不是更要挑起我们的责任，扛起这个责任，守护国家，守护主权，好不好？徐国勇部长在家了，大家拍拍掌。站起来了，加油啊！咱今日看到这么多咱本土社团，咱台湾派朋友吼来做伙，来甲我支持，我要甲大家讲，多谢大家，足感谢，多谢大家。虽然讲咱本土咱的社团也好，也是咱。台湾海朋友也好，平常时咱有一挂代志，虽然咱拢有一挂无同款的意见，但是咧修国这个国家，修咱的主管这项代志，我们是坚定的站在一起，大家讲对无？这个是中国相关的代志，中国对我们这样文攻武赫。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台湾人的团结，大家都要不要？也只有团结，台湾人才有力量来面对中国对我们种种的打压。所以我今日看到这么多咱长久以来做伙打拼守护台湾的人，虽然讲咱以前过程中咱有一挂无同款的意见。但是在重要的时刻，在关键的时刻，咱们卡住会，咱们坚定的让这个选举可以展现台湾人的意志。我们要守护我们的主权，守护我们的国家，台湾就好。咱们把这个国家的基础也是打好，所以咱做足侪足侪的代志，咧打基础的时阵，
足侪物件，咱还阁看袂着咱的心情，所以咱有足侪人感觉讲，足担心的，啊嘛感觉讲咱有一寡代志会使做较紧的，有一寡代志会使做较慢的，啊有当时啊，啊有一寡朋友咧讲啊，为什么这个做这个慢，那个做那么激烈吼？但是我甲大家讲，咱整个国家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，啊打基础的工程确实也是很辛苦的工程。如果那些打基础的工程已经完成，我们现在开始在盖房子，我们一楼一楼的盖，总有一天在我的执政未来的四年，那一定会把台湾起一间树立出来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有一天，台湾制造跟中国制造就很难分得出来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保护台湾的主权，保护台湾的民主自由，是我们下一个阶段，甚至于现在台湾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件事。在恭喜阿信，嗯，我就是蓝公，台湾要拼经济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我说拼经济，先要顾主权，顾我们民主自由。一个进步的社会，他要做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上很多需要照顾人，国家要给他们最好的照顾。这个就是一个台湾人团结的基础。如果我们在台湾人里面有很多人需要照顾而得不到国家的照顾，台湾就没有团结的基础。所以地上你我来来做几行代志就对不了，就是让台湾人没有后顾之忧，那就是我们长照2.0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我们长照预算每一年增加，我们明年长照的预算已经是400亿了。那你会问我，那你财政受得了吗？我们财政受得了，我们是有史以来22年来第一次敢勇敢的编平衡预算的政府，就是说。我们年度预算是平衡的，但是在年度预算之中，我们还可以持续的增加我们老年人的照顾，让整个国家的安全网，我们社会的安全网可以更好，我们很多人在台湾就可以安心养老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啊，台湾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，尤其年轻人要努力，就是台湾的人口不能再这样子持续的不增加，所以我们对于小朋友的照顾其实也很多的。很多人以为我们没有照顾小朋友，其实我们照顾小朋友很多。0到6岁的小朋友，0到2岁，我们给保姆或者托婴中心照顾的，我们每个月补助6000块。慷慨的要帮忙照顾，我们还是给奖励金2500块。从2岁到6岁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进6班，能够进小班，能够进中班，能够进大班的幼儿园，国家都有补助，最多最多不会超过4500块。这个就是我们实际的行动，照顾我们的年轻人，让我们的年轻人敢生敢养。延续下去，有更多未来的世代可以加入台湾的社会，让台湾更壮大。所以我们在接手的时候，2016年全台湾照顾0到6岁小朋友的预算只有200亿，现在已经是600多亿。即便是这样，我们预算还是平衡的啊，这就是一个持家的人，能够理财的人，可以让我们国家的财务平衡的人，这个才是能够让台湾走向真正的团结跟强大的人。大家用下去。而我们的国防、国建国造、国际国造，现在我们的高教机的原型机已经出来了，我们的潜舰
设计图已经出来，厂房已经在盖，厂房盖好以后我们就开始造舰。2020这一架潜艇就要下水了，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这是这么多年来很多位总统要做的事，我们做到了。都投入我们的国家的国防自主，尤其是在研发。我不能告诉你我们有多厉害，但是我们真的很厉害。国防产业不是为了只是为了国防，我们的国防产业还带动了我们整个供应链跟我们的国防产业的发展。这个让我们很多的企业，无论是大型企业、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，都一样的有了新的机会，能够参与一个国家的飞机的制造、国家的船舶的制造，他们都觉得非常的兴奋。参与其中的年轻人是数以千计，他们都觉得非常具有挑战性，他们很乐意承担这个责任。我们在外交上，虽然中国一直在想拉拢我们的邦交国，可是在整个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力量的声音是每一天都在增加的，因为台湾现在已经是变成一个民主自由最标杆的地方，处在中国对外扩张的这个企图当中，我们是站在第一线，如有第一线的国家守不住，全世界的人都会担心，所以全世界都希望台湾守得住。全世界人也在问一个问题，台湾人自己有没有决心要守得住？如果大家有决心的话，1月11号就应该大家都去投票，把声音放大，把投票率提高，让全世界看到台湾人的决心。阿里好不好？如果你爱台湾，如果你要希望台湾的朋友更多，如果你希望国际间对台湾的支持更强，那就要把台湾人坚定的决心透过你的选票大声的说出来。阿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是先拿着牌子，我们先来拿着牌子。
这个我们台湾守民主护台湾大联盟成立大会的前面的这个箱子里面。